你是兔子，我也是兔子，评委抽一下，哈哈呀，这咋这么吓人呢？撇肥皂，上来就套点盐。撇肥皂，你干啥呢？学个W技能，还在这烧？烧啥呀？搔首弄姿，这怎么没回去呢？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我这锤子大呀，我发现我这大灯笼大铃铛，应该叫铃铛。咋玩小炮了？我看对面全 AD 呀。那瑞文人咋没了呢？回家了。螳螂肯定不能让他走了呀，那上墙没上墙，先给我打瑞文也是可以的。挨个杀吧，这乱杀！我要进行到底。我先一 A 抽一下，平 A 死。哎呦哇，四个人头无敌了。对不起了。走了。先来个部件孩子。回到这里说了什么？耶，就和那个英雄要买的东西一样。好吧，我承认我迷路了。把头挪一下，好的。我走的路当然很多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为什么这装备不太好呢？感觉，那都四个人头了，怎么才只能出一个布甲鞋加两个红宝石呢？这装备确实是不太行。全力发挥，那就一切不是吗？一 A 八八九抽。平 A 撇肥皂，你应该是没了。据我的推断，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霹雳，
你应该也是没了。上墙，嘟，减肥道，嘟一下，行呗。吃饼干，嘟一下 ，E A。来，撇肥皂，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呢？太对呀！哎呦我操，荡妇二连！哎呦我操！哎呀！吹晚了，一开始我感觉我死不了，你知道，后来当那个点火烧到还剩两下的时候，发现好像不对劲了。我希望那位英雄喜欢我。谢谢娇娇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娇娇。他个一千其实不太应该哦。哦，你想打一架吗？我的锤子也响。正常我知道他有闪现，但我没想到是这波荡妇二连。抠一下，上墙 A 一下，抠一下，看来得走这边。撇肥皂，没有其他的路了，没有其他的路了，什么路？我是一只小麋鹿。谢谢我堂堂大哥的双 buff。 嗯，我应该是冰拳了。那这把其实我比较想出日炎了，你们说我到底是出冰拳还是出日炎呢？日炎的性价比其实不是那么很高，来日炎吧，日炎伤害高，就是性价比低了一点，不过后面会比较猛。少了400块钱，冰拳少了400块钱。没错，它比看上去还要重。冰拳就是便宜点。谢谢蓝脸汉的一个抠，谢谢给蓝脸汉一个抠的一个飞机啊！谢谢谢谢。
我十级了，上墙。铁肥皂。铁肥皂。太重了，气有体力 Q 闪，这么喜欢秀呢？那都一杠五，谢谢蓝烈汉正义的伙伴，谢谢蓝烈汉的正义伙伴啊，感谢正义伙伴的一个飞机。我突然想了一下啊，好像还是那什么比会比较厉害。撇肥皂，没蓝了，溜了，好像还是冰拳会厉害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冰拳带减速，我们这波比什么波？我们这小炮没有减速，没减速就追不上人，追不上人就得要减速。我需要一个红 buff。差了回家吧，哎，差200块钱，我们正好可以出本奖。差100，最后100，最后100。那就是一切。天！别减速我，永恩救我！快来呀，我的哥！关键还是没来，你说你贪不贪的，咱也不知道那螳螂能来呀，你说谁知道那螳螂非得过来呀。我们去跌倒的地方再试一次，还得要个冰心呢，这吧，冰心反甲配蓝盾，不要蓝盾，冰心反甲大九头，来我杀个波比，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小波比没视野，算了，好像中路要干起来，我们来中路看看怎么回事。上墙，踢我的头，好闪！我赶紧下去找波比，奶妈也要死了。哎呀，波比叫闪了，那我们可以把他杀了。靠！
upgraded turret. 知道我会用什么吗？手推车。太难了。嗯。不太清楚他啥点穿了，摸不着。打一架吗？我的锤子也响。是吗？他不有个外套吗？来了波比，我给你丫的！你们说我的锤子太大了是什么意思？呀！这有点问题，怎么还是起飞了呢？泰坦干啥呢？一个人干啥呢？啊，两个人啊，两人往我这走啊！我肥皂，你给我上墙，偷死得了。奶妈死了，惨的奶妈。他怎么不飞呀？你不飞我怎么放 W 呢？我你干啥呢？你这为什么都不把我当人？我就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这到底是些什么？来了。啊，要杀我螳螂，给我打泰坦，我 Q 撇肥皂。猜呀，可以上高地了。空中拦截。回家了。现在我去寻找那位英雄吧。先来个冰心啊，还是先来蓝盾狠呢？我发现确实来蓝盾狠，蓝盾来完来反甲，反甲来完咱再冰心，蓝盾才右。带点减速挺好啊。找一个能打浪。泰坦搁这干啥呢？您配在这里拆眼吗？您给我减速下来，什么意思？我给你个石头，给我上墙，要杀我，我去找他螳螂去。太狂妄了，这螳螂！撇肥皂，偷你！往哪走？他说起立。你俩真能跑啊！我发现。哎呦，我点盐，我撇肥皂，撇肥皂。
减速！哎！我操！这个位置也能勾着我，这种刁钻的角度也能给我勾着。可恶！可恶啊！怎么回头了？问得好！我想回头撇他肥皂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啊，他是勾不到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我们被泰坦给瞎当了，其实挺好啊，其实挺好。蓝盾是多少？多少秒蓄力？60秒。怎么不给红 buff 呢？你那些人头，那6个人头谁给你拿的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我生气了，我要放弃你了，小黄毛，我生气了，我不玩了，我生气了。生气无效，我生气了，我不玩了。我要等个蓝 buff。这是不是给点面子了？我发现啊，这是不是给点面子了？我就发现啊，是不是？今天怎么的就必须就得干一下子？来，都别走了，今天都别走啊！谁走今天谁就是孙子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谁也别走啊！啊，给你个肥皂，你们仨还敢找我打？我的天！我这日炎给谁出的呀？先来个反响。我也明白他们的立场，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？